大家好，这里是快力汽车。那我要来为各位介绍的是这台福特 Mondeo 2013年的涡轮汽油版。那它的售价是33.8万，马丁头做的很特别的是，它的这个原厂就有搭配做鱼眼，然后还有一个日行灯，原厂的雪花框。那它的规格是235/45/17。那为各位介绍到后面来，这边是后车厢。后车厢的话，这台 Mondeo 应该算是同等级容量箱里面是最大的，那大概可以放个16寸行李箱，大概可以放个4个，足够，蛮大空间可以做使用的。那这台车的目前的里程数是135,238。那这边多功能的方向盘，那这边是定速，这边是语音大小声。那为各位这边介绍到的是电动收折后视镜。这边原厂引擎盖的螺丝都没有转动过，原车原板件。那这边是叶子板，叶子板原厂出生的叶子板引擎条码贴纸也都还在。来，这台福特 Mondeo 2013年涡轮汽油版就为各位介绍到这边。那它的售价是33.8万。如果有喜欢这台车的朋友，麻烦帮我搜寻快力汽车来电赏车。那如果有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，麻烦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谢谢各位。实在就是 SUM。